妹这边，好久不见。很酷吧？哇，真的很棒耶！马上就可以印照片出来，而且还可以在上面亲自做纪念耶。我们 Memorpresso 其实名字其实就是以 Memory 跟 Espresso 作为结合，其实就是浓缩回忆的概念。那在这台机器的使用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回忆资范机，可以让大家自由的将 Instagram 或是自己想要列印的照片，就是在商场就可以列印出来。哦，那真的是很方便呢，让大众就可以直接用这台机器，然后练艺术照片放在家里，或是做成卡片都可以哦。这次为什么会想跟浩星合作，然后来做这个快印机 Kiosk 的应用呢？我们使用的是浩星 Slim 的 mini 的电脑，对，那它其实虽然很体积很小，但它其实支援8个 combo 同时可以使用，而且它可以长时间的维持高效能，像我们机器在商场100可能是12个小时，对，它都可以完美的支援。结果还蛮推荐，其实像这种商场内或是户外的广告机可以使用浩星的电脑。